丁宁七个月孕肚超大，罹怪病不宁腿症。他妈妈有台湾的血统，所以加起来就九个国家九个血统。47岁的超高龄孕妇丁丁这两天挺着7个月的孕肚拍广告，做到我都觉得快生了。也透露怀第三胎的过程并不舒适，中期就有不宁腿症，晚上很难睡，常常要半夜起来按摩脚。如今进入怀孕后期更是难熬。所谓不宁腿症是患者在静止状态下会感觉腿麻，所以想动动腿或用手摩擦腿，成因不明。哎，真是辛苦准妈咪了。一 Audrey， 韩愈传奇在9月初初期不太舒服，烤车来减压，一下子就胖了7公斤。但医生提醒我没吃到宝宝身上哦，还严重警告会有妊娠糖尿后遗症，他才开始节制饮食，每天做瑜伽伸展筋骨。不过这孕肚看起来像要临盆，哇哦，胸部也 up up。 哎，画错重点，娱乐动新闻，快出生的宝宝有口福喽，报道。